生活休闲场所。这里就是围屋的主体建筑，它是以祠堂为中轴线，中间的建筑依次分为下厅、前厅、中厅、上厅，与厅并列的三列建筑称为下栋、中栋和上栋，前后三进五组并列。围屋里共有14个天井，对称分别有18个厅堂的豪华大宅，另有内外花园、戏园、土库和偏房相配，其间以廊、墙、甬相连，整个平面结构严谨，围内交通复杂而序列分明，院落空间组织丰富，融合了住家、祠堂和城堡三大功能于一体。在这里，我们亲眼见到了客家人的9幢18厅的宫廷式民居。说到民居，中国有五大传统民居建筑，即北京的四合院、陕西的窑洞、广西的甘蓝式、云南的一颗印，还有就是客家人的围屋了。关西新围建成已有200多年的历史，光围内的建筑面积就有11477平方米。专门研究中国民居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片山这样说，关西新围是东方古代的古罗马城堡。修建世界罕有的关西新围的主人叫徐明君，因他排行第四，后人又叫他徐老四。徐老四好学求进，聪明能干，他艰苦创业，治家有方，且待人忠诚，一生勤俭。据说徐老四15岁随父亲一同贩运木牌，经赣江而下，去南京等地闯荡苏杭。徐老四见多识广，后来接替了父亲做木材运输的生意。有一天，一个落魄少年来搭乘他的木牌前往南昌，当时他并不知这位少年是谁家的公子，然而徐老四却对少年一路关照。没想到就在他到了南昌后的第二天，当朝的道台大人派来一台大轿，要请徐老四进府去受功。原来他所关照的少年正是道台大人的大公子，因其一时与父亲赌气而流落到了赣州。道台大人为了感谢徐老四的救子之恩，方才命人去接徐老四的。徐老爷到，这就是救我公子的恩人徐老四吗？是的，大人。王五，拿500两黄金来，谢恩人。大人，如果你真的要感谢我，请你给我一条手艺，让我在水路生意上畅通无阻。好，我给你一块令牌，让你在沿江做生意免税5年。徐老四因获得了道台大人的免税牌，生意从此一下子兴隆红火了起来。再说一段徐老四小时候的故事吧。据说徐老四少年时去过许多围屋，他对围屋建造特别的感兴趣，什么厅堂、祠堂的设置、过道、房门的功用、砖瓦烧制及雕刻，就连祖宗牌位的摆放等，都让徐老四着迷。特别是他第一次去姐姐家的燕翼围玩耍时，那高耸入天的燕翼围城墙真的把徐老四看傻了眼。他既吃惊又好奇，然后几乎就把燕翼围的4层楼都跑了一个遍。从那以后，徐老四就发誓一定要赚到大钱，来建造一座超过姐姐家的大屋，以展示自己的财力和能耐。关西围屋最重要的建筑标志就要数着炮楼了。
没有炮楼不成围屋，是围屋它就一定会有炮楼。一般来说呢，建筑炮楼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御外部敌人的侵犯，所以它建的比连接它的墙要高出3米以上，每一层都有密集的梅花枪眼，是为了打击100米以外的敌人。还有那种外大内小如喇叭状的火炮眼，与梅花枪眼相互结合，使敌人不能越雷池一步。在清朝咸丰六年，即1856年的五月，广东会党首领翟火孤屯兵10万围攻定南城。他得知关西徐老四家财万贯，便派副首领罗亚天率部来攻新围。围主早已得知探报，一面布置村民守围，一面派人快马飞到县城求救。罗亚天见围墙太高难以攻下，便命土炮轰击。无奈围墙是用桐油和石灰浇制而成，坚不可摧。见围墙难以攻下，罗亚天又令挖地道攻打新围。然而围主临危不惧，镇定的指挥家丁用土枪从枪眼中往外射击，结果射死许多敌人。不等对方挖好地道，知县马修良派来的救兵赶到，罗亚天只好拔营撤兵。据说这也是关西新围遭遇的唯一一次战争，但其坚固的城墙的确经受住了枪炮进攻的考验。老伯啊，徐老四家住在哪里啊？你是哪一家的小后生啊？我是张干生家的大公子。哦，你是张干生家的大公子啊？还长那么高了、啊、这是我父亲写给你的信。哦，好好好。哦，要结婚了？是是是。是你爹叫你来向我借点钱吗？我父亲叫我来借钱。嗯，好，来，我得先坐吧。好好
徐老师家走万贯，但他一生非常节俭，他吃红薯从来不剥皮，哪像你在吃红薯的时候不停地剥皮，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大手大脚的人，他怎么放心把钱给你呢？所以说叫我去。啊，是这样的。后生心中虽然不快，但对徐老四的勤俭节约精神以及这种言传身教的行为而敬佩。要说关西新闻里的故事还真多，徐老四已经很有钱了，可他做人和处事却别具一格。有人吗？哎，来喽。找谁呀？你们家老四在吗？老四？哦，老爷您请。老爷，老爷，啥事啊？老爷，有人找。谁呀？一位穿着很阔绰的老爷。什么人？他喊你徐老四。徐老四？找，快去。老爷。嗯。李老爷，李老爷。哎呦，不知你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得罪得罪。哦，你这个大财王，你还亲自下田劳动？失敬失敬啊。李老爷，最近身体怎样？可以啊，还可以啊。您老兄最近怎么样？你看，最近在忙于盖新围屋呢。哦，管家，哎，准备一桌子好酒好菜招待李大老爷。是老爷。李老爷，你先喝点茶。好好好。李老爷，您请抽一桶水烟。李老爷，来嘛，清炖草鱼，来，请上座。您坐，您坐。哎，您是主人，你是客人。来来来，你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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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。哦，李老爷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李老爷，这是酸菜扣肉，你最爱吃的。喜欢喜欢，我喜欢。这是客家人的酿豆腐。哦，这个菜我更喜欢。来来来，吃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尝尝尝。嗯。不错不错，喝吧。不错不错，嗯，来，干杯！来干。李老爷啊，我们家兄弟多，旧房子住不下了，就想想呢，要盖一个新围屋。哎，没想到啊，这个钱花出去一下就没谱了。借你那么多钱，我这个嘛，好说好说。我就是听说你在盖围屋，跑过来看看，没别的什么意思。来来来，喝酒啊！来，干一杯。谢谢，干杯。
干杯。